边，这个方向也有可能。哦、好好好，来喽，你的鸡，鸡都不动了。宝宝 K， 宝宝 K， 不行，宝宝 K 都没有用，变水煮鸡了。宝宝 K 毫无反应。那只凤梨，那个凤梨，没有，我在这边。啊！我在另外一边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在椰子树上，我可以从这边。又是椰子，又是椰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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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可以放很远。嗯，椰子，椰子。我也睡，好想睡。好、oh, ，That's me， 拜拜。可以睡啦，直接睡觉了。可以直接睡啦，睡吧睡吧。对啊，干嘛？睡啦睡啦。所以这个是只有哦，这个只有内部。对，这是内部的。嗯，好的。该睡了，该睡了。这游戏已经缺乏刺激性了，该删了。开始了玩太多次了，更新一直更新了，对。真的玩太多次了，就是要找新，又该找新游戏啊，找新游戏啦。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八人以上的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？八人以上的超难，超难，我自己要找也都找到爆炸啊！真的，可以找到四个人的游戏就不错了。对啊。大部分都是四人啊，不一样。嗯、我今天几场猎人啊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有进去。臭花瓶，臭花瓶，臭花瓶到了。想进去？臭花瓶，干嘛我啦？还要花瓶？还想来啊？花瓶、啊，你这个是什么啊？老木虚荣吧，花瓶。你这个烂炮兵！我先走，我怕害到你。你这样子才会害到人吧？所以我走，你不要飞啊！所以我走，所以我，所以我走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蜡烛，谁啦？等一下！喂，啊，回头！蜡烛，蜡烛，蜡烛！不是啊，变走了，变走了。我不是臭花瓶，我都打我。是臭花瓶，那个花瓶已经死了啦。哇，喵哈死了。哎、啊，那鸡的叫声好有空间感。机关枪扫射好爽哦、啊！机关枪扫射好爽、啊。哦，这里有人。金大法。第一手。哇，是哈基吗？啊、是你哦、喔，刚刚、啊。你是变输吗？对。对。反正这里比较危险。好多声音哦、喔，我听到好多。好多鸡哦、喔，走路的声音跟鸡的声音好多、喔。宝鸡。这里有啊，在哪里？对啊，没了。嗯。怎么没有人去找炉子啊？炉子？什么炉子啊？有炉子喽。火炉吗？啊！听到有人受伤了，打不到了吧？嗯嗯，打不到吧？在上面跳，可恶！你就跟那个什么一样，哈哈哈！你看到我了哦，一样，哈哈哈！打不到吗？打不到啦！哇，这图书馆真的是有够乱的，超混乱的，图书管理员都要生气了啦！怎么又是杰瑞啊？怎么又是我啊？在哪里啊？什么是烤火鸡？嗯，可以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呀、啊？要生气了啦！所以谁变那个假的东西啊？
啊？如果吸到女巫的话有提，它吸起来的光会变不一样。那我刚刚吸到很多次。啊？啊？不是发光就好，是颜色会变哦。对啊，变紫嘛。那他爸？那他？那他妈？哎，在这一区，在这一区。就是一直这一区一直有亮啊，可是地板都写太多了吧？也是陷阱哎、欸。嗯，这两东西真的很……其实在上面偷偷来有没有？在这里也输啊！找到了，是我是书贴在墙书架上的书。那个真的是有够难找的，他真的要怎么翻过来才有办法找？太多东西啦，太乱了。那个书架它吸不倒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哎呦。好像都只是、怎么都是这个地方哎、欸。以前那个黑、啊、那个黑黑的那个墓园，那些什么的都不，不知道哎、觉得还是我们今天运气就比较，今天运气比较背是不是？又是这张，又等一下看女巫生在哪就是哪。女巫生哪就哪。这张应该会在外面吧？对啊，好像都是生在外面。嗯。噔噔。户外、在外面，户外，外，等一下啦，户外，我在干外，户外，哦，没力量了，杀了我吧你，嗨，都还没躲就被打了。阿弟，哇，他撑好久，哎呀，哎、欸，对，好像每次都是预备期隔天就玩这个、欸，哎，哦，真的，上次也是杰克不到一顶到一大堆人，哦，真的，是因为上次是万圣节的关系，我接杰克人人喊打，不要，那个是万圣节，耶，过节节克。我看到你了，为什么你可以？这可以跑到室内啊，那是谁呀、啊？谁啊？一个很大的花丛跑到室内，然后变了别的东西又跑掉。哦，不行，这个两个小坏坏，一定是喵。不是我、啊，喵他无辜了，喵他无辜了。那应该是他变，那团团变的东西吧？为什么是我变的啦？不是啊，你在玩那个吧？假的东西啦，假的东西啦。不是，为什么你下意识直接说是我啊？因为只是我跟你啦。啊，就是 you and me 啊，you and me， 就只是我跟你而已，我没有做就是你做了，还有谁啊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这个推理很合理，合理合理，这个已经不叫推理了，好不好？真不会是看过很多集名什么探柯南的？你想一下，室内只剩下你跟他而已，凶手不是你，当然是他。想什么啊？凶手永远都不会是我，不是我杀的啊，那就是你哦，也不是我杀的啊。他说：“真不愧是推理家，然后竟然能推理出来，真的。”看来你非等闲之辈啊！不然呢？你在哪啦？在推理一下嘛，在外面啊，推不到。推理一下，在外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？真是非等闲之辈，你刚是这推理出来的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吗？竟然可以推理在我出我在外面，真的太厉害了！你一定是个很专业的侦探吧？哎呀，哦，怎样？每次掉到烟囱，我爬不出来。卡到烟囱里了吗？请问有人可以画哈记卡在烟囱爬不出来？风有找吗？
嗯，稍微晃了一下了，有看过了。刚丢了几个，好像都没有丢几个机器。然后他心里，他一定是躲在角角。可恶！你怎么知道我是躲在角角的地方？看起来不是，每一句到时候都要这样回。可恶！可恶！我知道，知道。到底为什么？在哪里？怎么会被你发现呢？哇！哎、欸，真的扫不到哎、欸！啊！哇！啊！输输输！哦！啊！被大东西！你还想要？你的牛蛋从哪里来的？屋顶上。你没事从屋顶上打一本地板上的书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看到有什么打什么嘛。哎、欸，我们换那个吧，换模式。好，我们换不要变物品的。好啊，好，飞出去。真的鬼抓人，真的鬼抓人哦。阿辉那个，好，刚好一个小时。嗯，真的鬼抓人。那繁星要挑一下 skin 了。没关系啊，你不要再冒泡泡了。冒泡泡，冒泡泡的那个。替换掉就。佳佳，佳佳，简简，晨晨，突出，加入游戏，准备。这密码好难哦！哎、欸，我们是刚刚好，几乎大家都是换到拐杖堂。哦，那我去换。他每次有新的那个，没有没有，不用不用不用换了。对啊，有新棒啊！哎、欸、呀，这个小屋里面有两片放好高的东西哦。对啊，小屋里面，哎、欸，还有拐杖糖哎、欸。对啊，在那个箱子里面。嗯嗯。啊？哦，咚对哦。咚咚咚。这一阵要怎么躲啦？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又是你？快你们两个、欸！你们两个今天真的是。咚咚咚咚，这有办法把它弄下去吗？这好难躲哦，这是你根本没办法躲吧？这几秒钟就会找完了。啊！啊都是个人。我不要你们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怎么知道你们跳下去啊？不要！太早来了。我就想说把楼梯跳下去，繁星小心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都跳下去。不要！你们怎么了？哇！啊！哇！怎么全死光啦、啊？就笑脸说反应。躲哪里啊？你这个没办法躲啊！不要讲屋顶吧。来了，雨月还在屋顶，屋顶，屋顶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、啊？一直他拆掉了，他蹲下，他把楼梯弄掉了啦！你们自己加油，好坏哦！你们真的是要自己加油。怪我的 Ctrl 没反应哎。完了，弄掉了，弄去。嗨，嗨，哪里有屋顶？嗨，最高那一个的哦。刚有梯子，你这样子不好啦。可以啦，他已经加入我们的伙伴了。打不到啊！哎、欸，团团，你在那边还没被发现了、哦？啊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。哎、没错，这个地方跳上去了。允月，你怎么可以讲出来？我没有说什么，是说你没被发现而已啊！哇，这看到一群胖胖在那边跳树。我打不完了，上不去了。这就是那一个啊。有没有办法踩自己人啊？不行，上次我想让允月踩，踩不上。哇，哇，允月，你要不要跳下来啊？姐，有一个你已经包围了，你要不要投降？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请快一点投降！我们要破门而入喽！你还有两分钟的时间，一楼打你了哦！走走，一楼走，集合，一楼集合！允月，我上来了。哇，你怎么上去啊？啊，我跳树啊，慢慢跳了。哇，地蟹投降！哇，雨月下来了啦，去抓！地蟹投降！他已经下来了，老在追啊！他已经下来，他又要穿，又要上去，要上去了！拜！哇，你好猛哦！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冲下去打他嘞！这是啥？
这个就可以玩那个大张地图，应该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个玩大张就没问题啦，嗯，蛮好看到的。这个玩大张地图应该很刺激。啊！哎、欸，现在才出现这个什么东西？那就这个啦，鬼屋啊！哦，坟墓跟鬼屋啊！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！怎么不是鬼屋啊？啊？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要躲哪儿啊？这个是在干嘛？不要逃跑！你不觉得这个当猎人比较好啊？哦，是这样没错。哪里可以躲啊？你就不要躲啦，坐着椅子看戏就好啦，椅子那么多挑一张啊。哪里可以看一下，你可以试试看一看你有没有办法当成人形立牌啊。你看那么多女巫人形立牌吗？